对，很好。对。你可以数久一点没关系，好，不要太快，要马稳稳的停好。少龙，你爸七点会来载你，你知道吗？啊？那你可以撤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少龙，明天要来哦。对，放哪里啊？帮你，帮我跟你爸讲说你明天要来，七点半就要到了，七点七点半之类的哈，七点好了，七点，跟你爸讲明天比赛来哦。我本来是说这样，以后礼拜六来。往上开，再往上开，然后你自己看，哎，这种地方就。
现在目前大概有人家不黏我吧。教练在马上真的就像移动的椅子。